当谷歌面对这样的一个工程的危害的时候，它没有太多的保护力道进来。那我们经由文化景观的在地参与，然后管理这一个改变，被登录为文化资产就能避免威胁吗？五沟水一个客家聚落，吉哈拉爱一个阿美族农村，到底遇到了哪些共同的难关？4月22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将为您播出《文化资产乾硬化》。